阔别四年，林宥嘉终于再次来到香港，在红馆举行一连三场演唱会。这个演唱会因为疫情关系而暂停举行，今年再次重启，第一站就选择在香港举行。可见 Yoga 对香港的确是有份情意结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，已经可耐可耐没来香港开演唱会了，所以我估咧，你哋普通话应该都系退步咗，系咪？因为我哋广东话已经退步咗，但系唔紧要嘅，唔使简单呃你。今天之后，我就进步。你头先大讲广东话冧 fans， 点知转个头 Yoga 就谂到一个唔使讲广东话嘅原因啊！今天晚上很特别的是，我的爸爸妈妈也有来。佢哋系听唔明广东话嘅，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，唔知点讲 ，excuse， 借口系咪？系啊，我可以讲多啲普通话啊。讲广东话又好，讲普通话都好 ，fans 最开心就系见到 Yoga 离开 show 唱出连串好歌啊。情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。唱唱下 ，Yoga 走近观众席同 fans 互动，令大家疯狂起嚟。佢更拎埋 fans 嘅电话，之后又不停同大家自拍，令大家嗨爆啊！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，这晚亦有点歌环节， Yoga 都有求必应，一一唱出。另外他亦献唱早前推出的新歌，相信一班 fans 都会很满意这晚的歌单啊。